家好，我们找吃懒做呢，这次已经又遇上了难题。对啊，上一周不能出去吃，不能出去吃，在家里煮东西啊。然后这一次我们有偷偷摸摸去了一次啦，去吃那个汉堡包啦。那一个是因为是户外的，然后。那个社交距离很远，所以还可以去，不要去那种很多人的那个地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困难，就是餐厅不能去咯，就不鼓励去啦，不鼓励去餐厅，然后超过两个人在车里面也不行咯。对，是出门的时候不能够超过两个人在一部车里面嘛，所以一群人出去吃饭是不行的咯。对，所以我们三人组就困难咯，对对对，就变成只能两个人咯。然后在餐厅里面吃饭的话，它也是一张桌两个人，然后比较大的桌才可以坐四个人还是什么的，所以也是不会限太多人。不过最好也不要在那个就封闭的那个环境吃东西嘛，所以不影响我们拍东西，因为很远嘛，我们这样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户外的地方吃。对，所以去了那个户外的地方吃过后，我们呢现在又回来那个家里吃东西。对对对，吃 OK。然后现在就找到这个一个不知乜嘢嚟嘅啊，这个哦是全城最热卖的东西耶。我去找了好几家的那个便利店还有超市都找不到。然后到了最后去了其中一家本店哦，就是那个 T Life 的本店那边买。他说你好运呢，我们最后两盒竟然被你买走了。 OK，T Life 呢是有一点历史的，就是这个是妈咪就是一个专门做快煮面的一家公司。对，然后 T Life 是做奶茶的嘛。T Life 是做奶茶的，然后我不知道，但 T Life 这个奶茶公司也有他的背景啦，我们就不说他了，他反正他以前不叫这个，你们去找一下吧，自己上网搜有 scandal 的，有 scandal 的有八卦的然后呢，然后妈咪竟然会找到他，还是他去找妈咪合作，谁找谁，或这两个品牌还合作搞了一个奶茶波，就是珍珠奶茶辣面，奶茶辣面，辣面不是拉面，是辣面。也可能是会拉面，拉肚子的啦。所以他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惊讶。然后这奶茶跟那个汤面还是辣的汤面呢，到底一个是怎么样回事？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试。对，这个然后就变成去有冒险精神。然后去店又买不到，然后我就上网搜，然后被炒到好贵。所以你去店买的话是5.9一盒。我已经觉得它贵了。店呢已经就是上网的话炒到8.多，有一些炒到10块。我那天买了那个九州拉面，5包才15块，就是一包。九州日本来的热青拉面3.多一包，对啊，这个一个这样的东西，慢呐，还要炒到8块，所以没嘢嘅。我有跟那个 T Live 的那个柜台的那个小姐聊了一下，问她这个有这么好吃吗？然后她说我也不知道她自己没有试的嘞，她没有试的。然后我就在问她，为什么那么好卖？说出乎意料，我也觉得她不好卖的，不过突然间好多人要来找好吧，所以是。好奇呢，还是真的没有？可能也是网红的问题。我们被网红骗过一次了嘛？就是网红做那个什么气炸锅对，你看一下我们上一集你就明白了气炸锅那个气炸。OK， 这个我们不要等了，我们就打开了打开，哇，打开也有技术的OK， 先看看它是怎么煮啊。Okay, openly pour seasoning powder, boil water, add boil water, closely simmer 3 minutes, stir well, and may add ice cube. Wow. Okay, 那明显呢，这个产品呢是给不是卖给中国人的，也可能不是在台湾或香港卖的，因为它的说明都是英文的。卖到台湾或者是其他华语的地区的话，华文地区的话，这里应该会贴上一个。华文的说明书吧。那它这个煮法呢，就是一般的煮法咯，倒开水进去，可是它有另外一个选择，最后一个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冰块啊，这个可以要放冰块下去的，但是呢在还没有这个做完了以后呢要 stir well， 就是要把它搅拌均匀。我没有拿筷子出来，我要去拿筷子，它应该有叉吧，里面我们看里面有什么。 OK， 先看里面什么，开箱仪式里面有叉的。OK， 这个东西里面很丰富了。OK， 有一包不知咩嚟嘅波霸珍珠，珍珠，
然后有一个啊，这个造型奇特，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叉打横的哦。平常我们不怎么是打折的，它是打横的、哦、对对对啊。然后竟然会有吸管，而且是粗的粗吸管，这个果然是给你吸、那个珍珠的吗？果然是做珍珠奶茶的这个啊的公司啊啊料啦，这个料我觉得没什么，来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了，就是汤粉。这个写着 creamer 应该是奶粉，奶茶奶精粉，奶茶精，然后里面只有一个空空的面。那、啊、这个面呢，就是夜宵用了，夜宵够了，它的分量不可以当晚餐了，就它就是大概只有这么厚了，这个杯的一半，不过倒了水它会胀的嘛。就是一般哦，我们去奶茶公司哦，奶茶店哦，他们都是怎么样呢？冰一半嘛，然后奶茶一半嘛，所以它这个也是依循着奶茶的那个风格。我们平常买杯面哪里有这么少的？诶，然后他说他有一个水味的哦，等有水味吗？有水味吗？没有耶，他自己写有啊，有吗？哦，他说大概250ml 的水，怀疑机呗，没有，就平常的那些好的杯面的，它有一条线的吗？有一条线，这个没有哎，这个明显。好、哦，妈咪没有超水准表现，来我们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倒粉，倒粉下去，倒粉下去。哎呀，倒两个一起倒啊，两个都要倒啊。对对对 cream， 咁波霸有没有放下去？一起放，全部放进去。哦，那为什么他这些东西不早早就全部放在一包里面呢？这样就没有弄东西吃的乐趣了吗？我觉得、哦、这个可能、哦、是这些 supplier 都是不同的 supplier 来的，就是这个是 A 厂，那个是 B 厂 C 厂，然后不同的厂呢做好了以后呢，然后才到这个、包装这个拉面的杯面的这家公司这个厂那边去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哇了喂，好滑滑咯，珍珠，这个珍珠呢长得有点像什么鬼呢？蝌蚪，青蛙的蛋，青蛙的蛋，耶，粘在一起的珍珠，哇，全部倒不下去嘛，啊，差评，不要浪费，差评。最后一个珍珠，我平常呢，我煮拉面呢，我是拉面包里面的每一条面条我都会放进锅里面煮的，我是不浪费一条面的。好，加入水，快点，加入水了。OK， 来，搅拌嘛，搅拌。250，弄好了才搅拌。250，差不多。OK， 好。这个哦，老实说啦，我很怕倒下去的时候那个波霸珍珠哦、okay. 被我们融掉。好，现在我们就盖上，这个也盖好它。作为一个专业这个杯面户啊，我们有一个专门拿来盖杯的。One eternity later。哎，三分钟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吃我们的什么吃？没有，你要搅拌啊，哦、加冰啊、哦，怎么吃？这么快 ？OK OK， 好，先搅拌，搅拌均匀，搅拌。感觉上那个面身还是很硬的，你那边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是有一点哦。我们是不是太急迫了？诶，他说三分钟啊，我真的是算了三分钟了。他也没有说热水要到度啊。哦，他说 boiling 哦。啊 ，boiling， 刚才 not so boiling 啊。哦，这样我们要不要等呢？我觉得要等一下，因为他真的是有点硬。有点硬。Two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 我们先看看它的颜色啦。它颜色真的是奶茶颜色、哦。这个颜色呢？哎，就是它的汤真的是奶茶颜色。你叫这个汤啊，好吧，这个奶茶呢，就是奶茶的颜色。然后搅拌了过后就看不到珍珠了。珍珠奶茶也是珍珠在下面的嘛，不是吗？哦，是看到，哦，看到，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哎，那就没有融化，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做的？
竟然不会在热水的情况下融化掉。有珍珠的辣汤，然后辣汤看起来有一点像奶茶，嗯，嗅起来没有，关键是这个样子哦，放下去我们还要放冰，嗅起来有没有像奶茶？对，有点，我可能中了 COVID， 闻不到味道。它是有一点点的奶茶香味，不过同时又闻到有一点点咖喱味道这样子。哦，所以它是咖喱奶茶，所以我现在要考虑要不要吃它。是吧，我们要有牺牲精神。没有，臭豆月饼你都吃得下？臭豆月饼是天然的东西好不好？这个是安迪做的。 OK， tea alive 真天然吗？不懂天不天然、啊，没有，我刚才倒下去那一包化学药品是化学药品。没有，怎么样都好，那个臭豆月饼哦，是怡宝人做的，好不好？哦，对，怡宝人做什么都是对的。嗯，是，就像宜兰人也会觉得宜兰人做任何事情也未必都是对的，高雄人就不会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比较软的，应该软的吧？好，要不要放冰？没有，先吃热的看看，先吃热的吧，结果怎么样？啊啊啊，你真的要放冰？我有个朋友，我就讲他的名字了，叫吴建宏。吴建宏是谁呢？吴建宏呢是吴建峰的弟弟。那吴建峰是谁呢？吴建宏的哥哥咯。海蝶唱片的老板、right? 然后呢，吴建宏呢曾经也是一个没有，现在还是唱片制作人、okay. 做过徐美静啊，当时就反正就做过一些就蛮有名的唱片制作人、嗯、那有一年呢，就其实我跟他家几兄弟关系挺好的、啊嗯、然后我们有空了就去他家，然后有一天、哦、他妈妈就炒了一碟那个米粉出来，炒完米粉以后他就说有点干了，就我不想有点干，不加点油啊还是像没有，他就碰巧他杯把桌上就有一杯茶，他就倒进去，然后就这样吃，嗯，不错，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OK， 但是不是没有试过的人呢？我尝试去形容一下这一个东西的味道是什么。想象一下，你去妈妈档 ，OK， 点了一杯这叫第二个第四叫第二古朗玛尼莎，古朗玛尼莎就是少甜少糖的那个，然后呢再加一点开水，让它的那个茶味更加的淡。更加淡，然后你再去买一包Maggie 面的咖喱那个咖喱面、嗯哦、不要煮那个 Maggie 面、啊、你就拿那个咖喱粉、哦、那个调味料半包、啊、半包，然后倒进去然后那个奶茶那边嘎嚼嚼嚼嚼嚼，然后再放一些面进去吃、嗯、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点有咖喱味 的不够甜的奶茶，不有咖喱奶茶味的滚水啊，对，水就是白开水，有一点奶茶味，然后有一点咖喱味的，嗯、然后就是什么味道都没，就只有一点点的那一种。而且三分钟真的不够。我有个朋友啊，我很多朋友，我有个朋友，他以前住宿舍的，他宿舍的家呢是不让他煮东西的啊，可是有一天晚上。他要吃杯面，嗯，完了是外面下大雨，不能煮烧水，但他要吃杯面，嗯，你知道他结果怎么样吗？怎么样？冲凉房那个热水啊！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喽。天哪，这个味道我真的是有点难接受哎。OK， 然后我觉得，然后他给这个吸管是不能够这样吸，因为这个汤太热了，所以有冰，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人要做到底。面还没有吃完哦？难道这个是要吃完面以后加冰，然后喝完他的汤吗？不然，
要不然你一直有你要吃有冰的面吗？没有，因为在日本有冰凉面吗？来，我试一下啊，这个是吧？我们牺牲精神就牺牲到底了，有没有 ？OK， 汤汤汤 ，OK OK， 看那个 close up 啊 ，OK， 你看有冰到有冰啊、哦、，OK， 假假，我们都这些都是什么？在日本的文化圈不是文化，美食圈打滚了数十年，没有数十年，十数年的人是吧？对吃冷面这个是吧？没有，在日本 有茶面嘛？马来西亚也有茶面呢，马来西亚是奶茶面。哎、哦，这个哦，一出来了哦，没有国家跟你抢啊，谁是 original？ 肯定是马来西亚这个，新加坡肯定不会说这个是我的饭、嗯。新加坡最近好像在讲着啊，阿三拉萨。阿三拉萨有 claim 咩？新加坡啊，因为新加坡有阿三拉萨啊，因为新加坡有拉萨，拉萨啊，不过没有阿三拉萨啊、嗯。对，所以现在他们在讨论着哪里的拉萨比较好吃。嗯，当然喽，槟城人就讲他们的好吃喽。我们怡保人不跟他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怡保没有拉萨啊，但是这个吉隆坡啊、哦，那个什么沙劳越啊，沙拉瓦。沙巴也有，沙拉瓦有，沙拉瓦啊，所以这几个地方就开始争咯，谁的比较好吃咯？我们怡保人这么大度的，不跟你争咯，为什么呢？全世界最好吃的火饭就在怡保吗？没有的好争的吗？全世界最好吃的鸡肠饭在怡保吗？没有的好争的吗？我们只能争什么？他们只能争什么呢？争那些大家都有的东西咯。好喝吗？有点像什么呢？你去鹿角巷。叫了一杯奶茶、嗯、然后你邻居家的小妹妹走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到了辣椒酱进你的奶茶里面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吧我们称之为 fusion 哇这个叫 fusion 啊好 fusion 咯，唔通叫 hybrid 咩？这个叫二不像，好不好？这个叫三不像，三不像，因为奶茶不像啊，波霸奶茶不像，珍珠奶茶不像，然后杯面不像，还有第四个咖喱杯面都不像哦。嗯，它的那个珍珠是有味道的哦，有点甜，微甜。我老实说，我现在真的是希望我中了怀COVID咯，这东西没有味道咯。那我面我就吃完了，我现在我要加冰喝它的汤。来来来来来来，他们就说我没有什么形象，觉得吃这东西再有形象也变没形象了。可以，到我加冰了，请翻几狗，我都有了。哎呦，好恐怖哎！因为加了冰过后哦。它本来是有点油的嘛，那个面，然后上面那层油好像凝了这样的样子，凝固了这样子，就是你这上面是有一点点油脂这样样子，然后你放了冰过后，那个冰就会凝固了那些油这样子，看起来就有点像，好像妈妈煮了一个补汤这样子，很热的，哇，上面是有一层油的嘛，一点点的油啦。我本来就不怎么想看里面有什么然后呢加了冰过后你好像想象一下 那个 热腾腾的汤然后放了冰、嗯、然后那一层有发生什么事、嗯啊、这个是有点感觉他还描述到这么仔细、啊、我要 complain 这个不行这个设计不行为什么呢插下去哦好像要断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很努力的没有吃完、啊、然后呢就最后的建议是我们不会再买了啊，你自己去买了、啊、我们建议不买的话你会后悔哦，因为可能分分钟会以后不会再有这个东西的啦对所以、下一星期我们会吃什么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因为疫情还是有一点点不好对、所以如果疫情再这样
下播我们可能就会再试一下其他的奇葩东西吧，我不知道啊。对啊，所以我们下个星期我觉得这个是 Sam 要让我减肥的方法了，就怎么都吃不下了就OK 啦，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了，拜拜拜拜。